大家好，我是老田啊。今天在亲戚家吃完酒，不回老家去了，玩一下，在这边玩一下，夜游一下这个凤凰古城，带大家看一下这边的景色啊。哦，这个好看。这个服装好看啊。看这风景哦。这个苗服，漂亮吧？全是银的。这里面全是卖这个的，苗服、汉服、出租。妹妹，我看好不好看？看，这不行，我这个。这多少钱？35。35。这是啥时候打的？啊。这个地方我记得我06年我们来过，我好像没印象了。别走话，当时穿的也是这件衣服，同一件衣服。加油！哎呀，耳朵没起来，使劲捏。哎。这可以做啥呢？啊。要做啥？可以游船。哎呀，什么什么？美女跳舞。举起先，拿垫子。不想要这个吊的。老板，有没有不吊这个东西的价格？这种多少钱啊？吊的。15块是吧？这边好多这种银饰的东西，有点收益多，这个可以投到，可以投起，我们那有收益的，没有收益啊，没有一点收益没有啊，你实习了是不是？来送给你，嗯，快点3条，3块钱1条，这个姐姐买了一个小礼物，3块钱，妹妹30块，不要跟姐姐说啊，她看得见的啦，没事，我就说这个1块。嗯，走。我们来这边玩的话，看到啥都是新鲜的，都要去摸一摸，问一问。这好多小玩意啊！那是剪指甲的吧？嗯。是干嘛的？剪指甲的这个是。这怎么剪？剪这好多字啊！这是印章。印章是印章，你看到没有？印不出来啊！这咋印？我印个试试。虹桥。这是虹桥呀。凤凰城。凤凰啊！妹妹今天晚上走累了啊。走了几个小时了。我们是7点6点半开始走的。现在已经9点了，我背一下好不好？